里斯汀·斯图尔特剧照。当我们说起系列电影，《暮光之城》系列一直是影迷非常喜爱的电影系列，而这部系列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角色，当属电影女主伊莎贝拉的扮演者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。《暮光之城》剧照，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是一位美国演员，凭借大卫·芬奇执导的惊悚悬疑电影《战栗空间》和剧情片《不再沉默》获得观众的关注，而凭借《暮光之城》系列电影多次获得 MTV 电影奖、青少年选择奖和儿童选择奖的最佳女主角，备受青少年和儿童的喜爱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中国台湾网评价她说，美丽标致，清新迷人，气质随性自然，稍显苍白雷弱，一派文艺气息，而且有点冷，有点酷，有点忧郁，十分有味道。丽兹剧照，近日由她和科洛塞维尼主演的同性题材新片丽兹发布预告。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，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影片聚焦丽兹同年轻女仆的同性关系。丽兹被父亲的专横和严厉所束缚，当这位女仆到来后，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，两人的亲密关系为影片的故事发展做了铺垫。克里斯汀·斯图尔特该片已在圣丹斯电影节获得首映，北美定档9月14日上映，内地需要根据市场反响再做定档，喜欢的网友可以关注一下。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。